了，停顿了，你依然听得懂我。天赐我流量，我可以歌唱，唱到每一处炊烟袅袅的远方。你给我去是我们天赐的声音第二季最后一期天赐盛典的到来，我们把掌声送给场上每一位优质的歌手，给我们带来如此棒的开场曲《听到我》，也要特别感谢非常优质的新锐创作人都志文老师，他重新担纲了我们的制作人，对这首歌有了全新的演绎和编排，感谢您，有请各位入席。